弥陀佛这一句是清净句啊，这一句是一法句啊，这一句能够把你的自信念出来啊，你只要用这一句把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打掉，这一句就接线了，跟自信就相应了。如果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你还是在起点，你没有功夫啊，功夫一定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打掉啊，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真功夫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果然代替了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了啊！代替了分别呢，那你就成菩萨了；代替了起心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就是净宗妙妙在这里啊，你不能没有念头啊，有念是凡夫啊，无念才是佛啊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把念头打掉？用这一句佛号，这叫慧念啊，念这一句佛号把别的念头通通都放下，我们古人讲啊，把它压住，像石头压草一样啊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块石头，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像草一样的压住，压住没有断根呢 啊，但是它管用，真压住了，你往生极乐世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要断根那可不容易，断根是不待业，压住叫待业啊，所以压住我们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如果你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还有很多胡思乱想，这你的功夫哪一年才能成功啊？你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也有人问我，我不念阿弥陀佛。我念一二三四行不行呢？行啊，但是一二三四一定要把烦恼念掉，你才能成就。这个念阿弥陀佛，烦恼没有念掉的话的时候，它跟阿弥陀佛感应啊，阿弥陀佛会加持你，一二三四没人加持你啊。这功效不一样啊！啊，你念别的佛，念别的菩萨，都不如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有本愿，不一样啊！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？你去想想。啊，他要不有真实的效果，为什么佛要念阿弥陀佛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他怎么成佛的？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这话谁说的？偶益大师说的。偶益大师根据什么说的？根据阿弥陀经说的。就真的一点不假了，你们到阿弥陀经去找看是哪一句。哎，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，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所以这一句是真实智慧啊，无为法身啊，无为法身真身啊，有为法身住十八土啊。
无为法身是常寂光啊，究竟圆满呐、啊！啊，乃专一自性，选择度生所欲。每天念多少部经，你看听多少重点的讲经，念多少佛，拜多少拜，那是方法。目的什么？目的叫你随顺真理，不要随顺烦恼习气啊。所以无论用哪一种方法，那个目标都是清净平等觉就对了。这个清净平等觉也不好记，哎，还是用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把清净平等觉全都包在里头了，就阿弥陀佛，太妙了。啊，我听经用什么听？阿弥陀佛的心听。我拜佛用阿弥陀佛的心拜。我念佛用阿弥陀佛的心念。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。我不念弥陀，弥陀就不念我了。哦，这个意思重要哦。你念弥陀，弥陀就念你，你多念一声，他也多念你一声，你少念一声，他也少念你一声。 你要不要念？少说话，多念佛啊，一定要多跟阿弥陀佛往来。跟这些世间人距离越远越好，免得受他干扰。重要，非常重要啊。可是问题，要怎样这一生当中才真正能成就？起心论里面设的标准太高了，这马明菩萨告诉我们，那真的是绝对标准，我们不容易做到。他教我们立文字相，我们读诵立文字相，听讲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印祖教导我们跟马明菩萨实际上讲意思相同啊，语气缓和多了啊。印祖告诉我们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啊，那这绝对的沉静呢，还是马明菩萨讲的那沉静的标准，
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标准降低，一定要用啊恭敬心啊，心浮气躁啊，学不到东西啊，妄念夹杂，学不到东西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好好的记住，一向专念，记住这一句话。啊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专学无量寿经，这一部经够了，一生不要再搞别的了。搞太多了，所谓是贪多嚼不烂。那我们就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肯定有成就。那我这一生不搞别的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心一意。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成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学东西难，难在哪里呢？现在这个社会对古人呢，没有尊重心，瞧不起古人，宗教呢，宗教都是迷信。你看这种观念的话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那根是什么？真正的根基呀，是孝亲尊师，敬业三福开头两句话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如果在这上头没有一点功夫，我们求学求不到，圣贤东西你决定得不到。你可以学一点世间一些技术，啊，圣贤东西跟你就没分了。圣贤东西是建立在孝道、师道的基础上。不能不孝父母，不能不敬师长。敬父孝父母，敬师长，就是尊敬你自己的性德。啊，这是性德的代表。中国古人对这个最重视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要讲到法藏比丘的报告原文了。啊，我们学习的心态要不具备的话，听了也是耳边风，得不到东西。啊，所以一定啊，要具备做一个学生的基本条件。啊，孝亲尊师，啊，真正懂得中道，啊，这一部经典，这如获至宝啊！啊，我在世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这一部经典，啊，把这部经典看成自己的命根了，一天都不能够舍弃的，我们会有成就。啊，念佛确实不需要真正把见思烦恼放下，因为见思烦恼放下跟一般修行功夫没有两样。
净宗所谓的待业往生，是带着烦恼啊，你得念佛三昧啊。可是有个条件要记住，大家都疏忽了，你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。所以他讲扶烦恼不是断烦恼，扶烦恼是念佛功夫得力啊。所以念佛怎么个念法呢？一定要知道。宗门说的这句话跟净宗没有两样，叫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念头起，不管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，不要管，念头一起就错了。你看善恶不是两边吗？不管它是善是恶，念头才起，第二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把它换过来，这叫会念佛。不会念佛的人，一面念佛是一面还起妄念，那叫不会念佛啊。这就说明什么？你压不住啊，你的佛号能把烦恼压住了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叫得清净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心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确实没有一个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叫念佛三昧。这个境界里头就有小通发现，啊，那这个功夫越得力，哎，我不念佛的时候，这个妄念也不起来了。那念头不是没有，有啊，还是你这个功力把它压住啊。但是今天呢，科学对我们帮了很大的忙，特别是量子力学啊，这些新的发现佛经上通通都有啊，证明佛经讲得不错啊，让这些科学家也感到啊很惊讶啊。为什么？他们三四百年辛苦经营才有今天的成就，有这些发现，为什么佛在三千年前他就说到了啊？所以他们心里想着，他说人可能有一种本能，这种本能古人有，现在人没有了，丧失掉。这个想法是正确的，就是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啊。本能是什么？自性本有的智慧的能相好，这是佛讲的很清楚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，就本能啊。啊，什么人的本能能够看到宇宙的奥秘呢？心地清净，越清净的人能量就越大啊。那我们受害了，现在人把本能丧失掉了，其实不是，本能佛说了没有丧失，今人跟古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啊。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你的本能就恢复了。
一定要记住，贪嗔痴慢疑是严重的病毒啊，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了，本能油吐不出来啊，能把这个东西淡一些，哎，你的智慧就透一点，少一分贪嗔痴慢疑，智慧就透一分啊，少两分贪嗔痴慢疑，智慧就透两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个事情与学不学没关系，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，与认字不认识字也没关系啊。释迦牟尼佛是个知识分子，他学过，但是他学了12年，最后放下了，放弃了啊，菩提树下入定，他才能大彻大悟。如果有这些知识的话，知识成了障碍啊。佛教里头两大类的障碍，第一类是烦恼障，第二类是所智障。所智障就是知识，知识是障碍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示现一个知识分子啊，好学，广学多闻，学了12年为我们表演，他不学了，丢掉了，不要了啊，向一门深入禅定当中去下手啊，从定中大彻大悟啊，一切问题圆满解决了啊。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衣钵在那个时候就证据证明啊，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师，不认识字，他开悟了。你问他，他们有一样不知道的他们有学过经教，你把经教念给他听，他就讲给你听。啊，跟他在一起学习开悟的43个人。在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绝后啊。慧能大师以前没有啊，单传的，一个老师传一个人的，单传的。能大师以后有传2个3个的啊，有单传一个的，有一个都没有的，很多啊，所以这跟学知识是两回事情啊。知识需要多读书，需要广学多闻啊，智慧不需要，智慧要放下，放下越多智慧就越大，彻底放下圆满智慧。啊，你看看经论上教导我，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，智慧现前了，证觉现前了啊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，二乘有啊。
放下尘沙烦恼，放下无明烦恼，大觉就见性了。放下见思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说明六道轮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醒过来，梦境没有了。无明破了，十法界没有了。真正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是什么样子呢？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为什么叫做真？六道十法界是生灭法，确实是个幻象。念头高频率产生的幻象，整个宇宙在佛法里面讲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场梦，我们都在梦中。真正醒悟过来是明心见性，他醒悟过来了，他住十宝土。同样的也能够现身在我们的世界，那是他的化身，是他的应身，跟我们在一起。实际上他住在暴徒，他不住在这边，住在这边是为了教化。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很多都是这样的人。